会计所啊，日前侦破一起信用卡侵占盗刷案件。哦，被害人称其信用卡遭他人盗刷多笔金额。警方获报后立即展开调查。掌握一对年轻犯嫌情侣档持他人信用卡至本辖知名多家百货公司以及一家烟气行盗刷。那警方掌握犯嫌住处后立即上门逮人。全案依诈欺罪、伪造文书、侵占罪嫌送台北地检署侦办。